小便斗有三个，女生厕所在这边，洗手台门口这边会有卫生纸，是营主提供。那卫浴的话在这边，卫浴有三间，这边没有提供沐浴露，这是营区加热器，晚上要先自己过来开，不然晚上会没有热水可以洗澡。热水器这边搬上去，这是营区的一个资源回收跟垃圾桶。这边的洗手台啊，就是觉得不是很 OK， 因为它这边根本没有网，那所以菜渣厨余它都直接往后面跑，水就直接往后面。那这边就是菜渣，顺着水流流下去。这个营区的收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的，它是一人出下去算，像我们两大两小的话，一个晚上是800块钱，大人跟小孩的费用是不一样。但这边的好处就是它的萤火虫真的是多得很夸张，第三层它现在收的账就是10张。看一下这个配置，车子停一排刚好停满，那10张的配置空间大概这样子，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，四边的话都有树荫，东边是在那个方向，搭在那一边的话起床的时候就不会被晒到。第二区的话相对会比较小一点，树整个都遮住，所以整个 view 的话我觉得还好，看不出去。这边用的水就是山泉水，非常的美味，里面夹的是泡芙，把泡芙先预热，跟吐司也先预热，然后呢夹起来，有清脆的程度，然后再用碗把它压扁，好，是成功了，好，继续拍哦。我们来看，我收一条绳子需要几秒的时间，等一下啊，我会紧张啊。20秒。